女生宿舍有人恋爱脑。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刚看到富贵跟一个男的在楼下拉拉扯扯，估计我是谈恋爱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富贵啊！你别在背后乱传，你不信自己去问他嘛！真的是。哎，富贵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你有点小尴尬，你这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哎，富贵，你真谈恋爱了？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？才谈吧。对方什么人你认识吗？别被别人骗了。哟，你大小姐多的是人追，不用愁。富贵有人喜欢就不错了。再说了，富贵有什么好骗的呀？不会吧，他不会骗我吧？你们认识多久了？半个月。他是我们这一届的，但不是我们专业的。怎么才半个月啊？才半个月他就给你送礼物了。这护手霜看上去也不便宜啊，哎，他还挺上道的嘛。真的？哎，富贵，这么冷的天你咋还手洗啊？没事的。哎，这碗这么大，看着不像你的呀。这是我男朋友吧。哇，你还帮他洗袜子？这么多袜子咱丢一星期了吧？他平时比较忙，我就想着可以帮他洗一下。富贵，你人真好。哎，找富贵这样女朋友太好了，大冬天的还给对象洗袜子。什么？人家能看上富贵也就这个优点了，长得不好看，家庭条件也一般，不就图他对人好肯吃苦吗？这谈对象还找保姆啊，也太过分了。哪里过分了？这是情侣间的情趣，你懂什么？人家富贵乐意着呢，别说洗袜子了，洗内裤都愿意。这不纯粹恋爱 PUA 吗？他蛮好的，不会 PUA 我干。哎，你们看见富贵了没啊？他出门约会去了。哦，那你等他回来问一下他什么时候把欠我的五百块钱还了。啊，他还找你借钱了？他找我借了300都没还呢。啊，女生宿舍爱占便宜的人。啊，萱萱，你起来了，刚好可以吃饭了。新买的盆啊？啊，学校教育超市打折，刚刚好，我就买。正好借我用一下。张静，你牙膏借我用一下啊。谢了。哎，这什么菜呀？我要的盐酥鸡呢，我要的炸鸡块呢。那个啊，我找了好几个窗口都没找到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呢。就是想吃自己去买啊。谢了，富贵，钱转你了，轩你自己自觉点。哦，我微信没钱了，我晚点转给你啊。都晚多少回了，给过吗你？哎，什么意思呀？就这点小钱至于吗？我肯定会转给你的，富贵。那好吧，你记得。喂，哦，到了是吧？我马上下来了。哎，张静，你会员怎么过期了？换了个号，之前被分享了太多次，给封了。你快点把账号密码告诉我，我没有剧都吃不下饭。哎，你要用自己不会去办啊。哦，我手机停机了，要不然你们的 WiFi 借我登一下，我充个话费。当时让你跟我一起办，你自己说用不到。小腾，打住，自己去营业厅充，也别让我给你充，我怕又有什么问题，迟迟不管。怎么会呢？哎，富贵，你能不能给我开个热点，我充个话费，求求你了。哦，那好吧。我流量也不多了，立马就1到8是吧？哎，行了，连上了，谢谢你，富贵。这是跟你说了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砍了。哟，富贵，你今天舍得点外卖了？今天只给情人发的，我就想小小试着吃一下。啊，你要吃吗？哎，那谢谢你啊，你帮我随便加着就行。分享一下，你不会那么小气吧，富贵？女生宿舍双标的人。哎，富贵，学校食堂开一家新的，晚上熬夜刷视频，这都大中午了还在吃。哎呀，干嘛呀，你们还能不能让好睡觉了？富贵，你都吵我一上午了，我都根本没办法睡好。我没出声啊，我就是翻书。翻书？你看声音多大呀。也就只有你会这么翻书吧。我比较敏感，一点声音都听不得，你们就不能体谅一下我吗？这谁的牙膏啊？用完记得放回去，不然阿姨扣了分又怪谁呀？对不起啊，是我的，我早上忘记放回去了。那你下次注意点啊，我也不是责怪你，都是为了宿舍的评分嘛。谁
去，你稍微收拾一下吧。乱吗？我不觉得呀。再说了，这桌子是公共区域，不和我放点东西，你就不同意吧？不是，可是，哎，你嫌弃你可以去图书馆呀。还说我乱，你这垃圾不也没扔吗？啊，今天是你值日啊？怎么了？这宿舍没我活不了了？你们自己扔下不行？可是垃圾袋还没满哎。你没看见这里头有辣条吗？味儿太大了，我都要吐了。我觉得挺好吃的，怎么吃的时候没见你们说？你好了好了，我去扔吧。扔垃圾的时候记得帮我拿下外卖哦。那好吧。萱萱，你搞外卖来了？你点的什么？怎么臭臭的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螺蛳粉，可好吃了。你不会没吃过吧？萱萱，你能不能小点声呀？宿舍就是给大家生活休息的，你怎么这不行那不行的？你不去图书馆，你戴耳塞呀？凭什么大家都要清就你啊？那你怎么不戴耳机呀？我没有耳机啊，不过你要是愿意把你的给我也是可以的，这样大家都开心嘛。给你领。当女生宿舍选课时，哎呦，肚子好疼啊，富贵儿，你能帮我打点热水吗？萱萱，你有理啦！啊，还有五分钟就要抢课了，你们准备好没啊？反正我已经提了网速，准备抢篮球课了。哎呀，我差点忘记了，萱萱，我抢完课再给你去打。哎呀，富贵儿，你们不是我的好朋友吗？哎呦，你忍心看我这么疼吗？坐下，我帮你去打，反正有人帮我选课。至于吗？抢个课还找不到。啊，富贵儿，你准备抢什么课啊？要是可以，咱俩打打伙呗。好啊，我就想抢一些学分高的好过个课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学校有个特别著名的十大魔鬼老师，据说他们的课啊，每节课都要点到，而且特别难过。真的吗？谁啊谁啊？我都帮你们打听好了，有中国语言文学、排球、电影赏析、公共礼仪。我还没进门就净听你瞎胡扯了，怎么学长跟你说的正好相反呢？不然我打个电话问问学长。哎呀，小彤，可能课太多，我给记差了。富贵，别理他，我把 WiFi 借给你，咱俩一定要大伙上课。好啊，要不你借我一下呗？人多就卡了。啊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，怎么没网了？我靠，谁这么缺德拔网线啊？萱萱，不会是你吧？哎，你别冤枉我，富贵一直在下面，说不定是他不小心弄掉的呢。我没有。别说了，赶紧用手机抢一下吧。Yes， 抢到了，还有篮球课，还有味儿。哎，富贵，你抢怎么样了？我其他都跟你一样啊，就是我学了排球，听说很好过。哎，富贵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学健美操吧，可以锻炼形体，可好了。啊，健美操我不会耶。你都和张静一起上课了，就是不愿意跟我一起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？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你该不会是想骗富贵退课然后自己挤进来吧？怎么会呢，我就是觉得很适合富贵，正好可以改变一下他的土气嘛。你们都不领情。哎，你管得着吗？走，富贵选完课咱们吃饭去。我靠，富贵的课怎么全给改了？这一看就不好过呀。萱萱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哎，你有什么证据就乱说话？万一是系统错误呢？怎么什么事情都怪在我头上？再说了，富贵学习那么好，学什么课不都照样过？你